前中信兄弟队投手林玉清，记者叶佩瑜摄影分享。29岁投手林玉清去年季后被中信兄弟队释出，新球季确定落脚富邦悍将队，双方已完成签约。林玉清十分珍惜能继续当职棒球员的机会，并表示未来将继续努力。林玉清去年深陷兄弟兵风暴，季后未获球队续约，被告知原因是教练团认为他自我且难以沟通。当时林玉清透过经纪公司发声明表示不愿担负虚构的罪名，更直言对球队感到心寒。被释出后，林玉清维持自主训练，如今确定获富邦悍将队网罗，15日就会投入球队春训。林玉清也透过经纪人张家明表示，感谢富邦悍将队给机会，自己也会很珍惜继续打球的机会，未来会继续努力。林玉清目前还受体育署兵役列管，今年11月才解禁。在他去年底与兄弟的合约到期后，按规定未有合约状态下需向国训中心报到，但他与悍将队的合约已送达体育署，加盟消息因此提前曝光。悍将队也证实林玉清在球队15日春训开训就会亮相。